个系边一部电影入面嘅原话？咁抵死嘅啲题目吧？边个会走去记边个如花打边个如花？大家好，欢迎收睇 EG 大个仔。大家好，唔知道你哋身边会唔会有啲朋友咧，系经常都记得啲电影都系白处，记得好夸张下嘅。你唔使。因為在我身邊你就是那個人啦。咁今日起咗啲咩咧？嗱，最近咧就發覺咗一個問卷啦，咁好多人做嘅呢個問卷，唔知點解啊，就叫做呢個喜劇港片小測驗。哦，係由一對台灣夫婦去做出嚟噶，佢哋課分去玩嘅咋，但係唔知而家勁多人做，依家十幾萬人做很多的，是啊，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玩一下，我會給你個 link 在樓下 description box 那裡，開始了解一下共同回憶的年齡，這個不影響分數的，那就21至30咯。哇，你生一歲之後我們會分開兩個年齡層啊。下一題，阿梅所著的饅頭店叫什麼名字？這個我認識我也認識啊，甜在心饅頭啊。海棠小姐借了賭神之什麼令到呢個 pair 牌喺 X 角入邊喐咗一下，呢個係賭神啊！賭神，如果冇估錯，應該一條頭髮嘅華安打我嘅係邊個啊？石榴係我 XXXXX 石榴姐，呢個你應該熟過。應該係風華絕代我攞多招。我想知道你啱唔啱？呢個係邊一部電影入邊嘅如花？咁抵死嘅啲題目，如花咪如花咯。咪如花係好多套周星馳嘅電影入邊都會有。威龍闖天關都唔知咩嚟。威龍闖天關我未睇過，武狀元蘇乞兒睇過幾次。武狀元蘇乞兒咯。嘿，下一條，鐘楚紅啊，文迪每次見到你就好似見到乜乜出嚟啦。咦？呢集我都冇睇過。要打字啊！呢個咪就像乜乜出嚟。哦，我記得呢個 background 啊，係咪耳夢啊？哦，我冇睇過呢一套。我亂估嘅咋，唔知道你哋識唔識啊？黑紅，哎呀！我的咩咧？我都冇睇過呢個喎。呢個咩啊？斷水流大師兄啊，係嘛？哦，冇睇過添喎。我的阿媽。Prada， 唔係啦，應該唔會係 Hermès 傻噶嘛？何夫人房入邊有啲咩啊？哇，個個都好似有啲可能喎。唔會係白富啦，白富唔係佢嚟噶嘛？佢就係咁講話咩？一世報聖錢5000兩，我都冇收過係嘛？但係你有冇拉上去啊？點解咁勁嘅？三叔喺夢羅屋企做咩咧？食蛋撻，唔係喎，食菠蘿包係嘛？咦，唔係我兩個都有嘅。食蛋撻。OK， 點解呢個個的確係正方形嘅？唔知咧。哦，多選啊，兩個好似係有飲奶茶嘅喎。即係咁樣。海公公唔食咗啲乜嘢變成咁樣？佢唔係食咗含笑半步釘咩？咩啊？含笑半步釘係秋香啊嘛。哇！奇淫合歡散。好似唔係奇淫合歡啊，佢冇發酵。嗰包嘢係喺周星馳個身裏邊唔小心跌咗出嚟，跟住佢就我想食我食咁樣，佢食咗佢三條脹出嚟啊嘛。咁我一日喪命散咯！大師兄嬌喘一聲，倒在何金銀嘅懷抱，係布袋從邊一本書上面講？哇，係邊一本書上面講？我冇睇過呢一套，應該係《紅樓夢》嘅。我估玲玲發話：你話你熟咩？結果你熟咩？整整嘅大我三歲，係咪？你話你熟馬，但其實你熟兔，你熟兔啊？真係噶咁勁嘅點解？你之後嘅係咪熟兔？唔係，我好似唔知咩。我唔知啱唔啱。O K， 胡真啊，食咗呢個方言豆沙包之後，話咗邊個係賢妻良母咧？係咪嗰個以前拍三級片好大個胸嗰個啊？鞏俐啊？唔係。仲有邊個啊？陳法蓉啊？果然都係正經人嚟嘅咩？唔知啊，其實算啦，影嚟啊呢個 E.G.。最佳男主角是阿伯的岳父啊，好劲啊！呢套系咩嚟噶？我见到佢入咗鸡窦啊！系咩嚟噶？呢个系呢个零零发啊！哇哇，常欢嘅病啊，喺荷里玉施展后痊愈啊！咩嚟噶？算我哋留白得唔得？1234567啊！假嘅 Jackie 用咗边个理由拎到细伯嘅1000蚊咧？哇！呢个系咩嚟噶？我都唔知啊！但 Apple 上街啦，觉得似系呢啲。呢一种系咩嚟咧？喂，你识个食神？佛跳墙咯，九个字喎、啊。我连个佛字都唔识啊！好长算啦，都错啦。唐伯虎仲未报仇之前啊，兵器谱上面排行第四嘅系小李老母飞刀。你系唐伯虎，我系。嘟嘟嘟啊！攞你命！金世音好似系含笑半步钉咧，就系用呢个蜂蜜穿配桔梗啊，再加上乜嘢嚟配钉而成嘅？哇！点知啊？好难啊！乱咁打先，天生雪莲，程大嫂，你去边度啊？你贵姓啊？你系姓咩嗰个啊？咁系姓咩嗰个咧？我都唔系好记得。你有睇过噶？呢个冇啊。咩叫唔好記得？姓 Kai 啦，常歡冒號 ，Pretty Woman，Oh Pretty Woman，Walking Down the Street，Pretty Woman， 三個字中文。我冇睇過呢套。
刘青云最憎边张牌？哎呀，呢、這个你一定有睇过啦。哎呀，唔知系四同定五同，因为俾粒米遮住咗噶嘛。你有睇过啊？有啊，四同咯。德华三八已经好。系、哎、啊，呢、這个机好少得抽啊，系嘛？真系噶。系啊，偷拍咁劲嘅你，梁咏琪喺片入边冇做过边个职业？哦，呢、這个系。哇，咁劲嘅你，王局长嘅绰号系夺命铰剪脚咯。耶、嗯，系边个将桂李王打到咁噶？呢套系乜嘢嚟噶？我都唔知道，但系好似好笑，好呢、啊這个情圣咯、啊。飞虎话：自从峨眉山上见到你，多么想再夺夺山上再见你咁样嘅，好似。你有冇睇過呢、這個？冇啊！峨眉咁應該冇當啊，係嘛？你曬唱出嚟。自從峨眉山相見，都唔啱音嘅，佢本身冇得講押韻嘅，冇當咯，峨眉冇當啊！滅絕需要練成乜乜乜先可以打贏李莫愁。冇睇過。打贏李莫愁呢套係 get 版嘅，唔係 get 版。得啦，唔啱。有阿 Sammy 嘅。咁應該係傷心斷腸劍。飄飄教月光嘅菲律賓減肥法 ，Tuesday 要點樣食咧？都冇睇過，亂咁嚟先。慈善披王大賽進行到一半啊，夢羅同埋三叔要入嚟嘅時候啊，門口就俾警衛攔。周星祖和警衛就講了了解了解的上一句是什麼呢？我覺得是應該是你兩個才答。你們老闆是我朋友。十三姑是幫黃大偉律師治療的時候，龍家俊就忘記了帶毛衣針入傷，就改用什麼造成這個吉吉的效果呢？你有沒有看過？沒有，不知道什麼。雞是大頭針，好像是筷子，筷子，佢個名係，哎呀死啦，好熟啊，真人名啊？不是啊，一定不是真人名啦，定佢都靚仔嚟㗎。佢好像是林志穎啊。包龙星在妓院训练完口才之后啊，跟啊老咩带来的一群女人闹交，闹完之后场上边嘅排区有凤来而变成嗰啲咩咧？三个字。打架王。周伯通在施展三最啊。三花最顶啊。系嘅时候啊，段公子佢哋系净系喺度屙紧尿啊，佢会缩翻转头啊，记唔记得？呢个我哋一齐睇歌噶，东成西就，超好笑呢个。阿 Pauline 俾阿 Frankie 點一首《光棍奇緣》啊，誒 ，sorry，《光棍姻緣》啊，其中嘅歌詞含有一個大雪茄，假裝係乜嘢啊？企業家好似比較押韻啊，火雲邪神天下武功無堅不破，唯 X 不破，唯快不破。哦，程小南在为了乌蝇改变自己的时候有余下的装扮，并且帮自己改了一个绰号的。这个未看过。我也未看过。海南长尾乱咁嚟啦。华山派专治咩嘅呢？佢咩戏嚟噶？唔知喎。成记学咯。天残就话大盒先食汉堡包，你不是大盒食嘟嘟啦，屎啊！孙悟空咧就话。叫你攞你唔攞，即系睇唔起我啦！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嘟嘟嘟七个中文字，知道啦嘛？我系老大，呢个系孙悟空啊！我未睇过呢、這个，我都冇。我系 E.G. 大个仔，知道我系边个啦？知道我系边个啦？零零七就话大婶你做咩啊？大婶就话我帮你除裤啊！零零七就话点解要咁做呢？大婶就话你话你要嘟嘟噶嘛？唔好记得呢一幕喎、啊。本地啊，可能系。阿仔，阿媽咪同你講過咯，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就試下深呼吸，然後同自己講呢、這個世界真係空氣多麼美好咯，空氣多麼清新咯，係一定係。阿星佢跟法國賭神賭到最後要開牌嘅時候啊，因為牌被變走啦，因此就揾現場有冇一個叫乜乜乜乜乜嘅朋友跟班打老虎。賴尿布同埋葉孤雄之間需要解開喇嘛布嘅四句。咩言啊？青馬天地連一線，萬丈大佛面向西啊！風和日麗撼天雷，愛你變成愛，死你啊！係啊，面向西。烏蠅叔正喺九龍總部刑事局同埋呢個大嶼山警局嘅邊邊個嚟講電話咧？我呢個冇睇過喎，烏蠅叔可能係鹹蝦叔喎，同蝦叔到底有啲？為咗令到阿星振作起上嚟啊，利用咗阿平嘅邊度似耳夢嚟俾阿星帶住阿平去約會，家底粒子。你有冇睇过？冇。跟住佢做咩咁样快？佢仲话要同家姐粒唔出晒太阳喎，咁样噶嘛？零零七要被處刑的時候用了哪一招成功逃脫呢？這很明顯了，給了$100而已。影片最後周星祖和夢羅還了海山幾多少錢呢？好像是$2，不是一個二毫半啊？咦？好像是。通常啲人係咁講噶嘛呢句，一個二毫半。東東嘅外公同佢講 ，XX 永遠唔會呃人嘅，王子一定會騎住馬車嚟接公主走噶。外公永遠唔會呃人咯，咁一定。
定係爸咧？我硬係睇過呢套嘢啊！真係未睇過。我估啦，最後一條啦喎！三姑同埋獵果奶奶鬧交嘅時候，手上面寫住一個字，請問係丑字？咁勁嘅？真係淨係得周星馳嗰啲我係識嘅，其他都唔識。唔係我都係其實。睇交。睇交。哎呀，得一半咋？哇，52分咋啦？4分咋？係咪扣咗我哋年齡？睇下边条啱。嗱，依家我哋就睇下自己啱啲咩，错啲咩啦。如果你哋要玩咗先睇嘅话，喺呢度我揿一揿停条片啊。当你玩完之后先继续翻嚟睇。嗯。阿梅所在嘅馒头店就系甜在心头。心头慢，甜在心馒头。海龙小姐借咗赌神一条头发啊，系令到啲啤牌 X 光入边喐咗一下。华安话打我嘅边个啊？石榴就话系我风华绝代万人惊艳嘅石榴。呢个系边套电影入边嘅如花咧？呢度系九品芝麻官入边啊！我真系唔记得如花。边个会走去记边个如花打边个如花？咪就系如花咯。钟楚红话文迪每次见到你就见到太阳出嚟啊！哎呀，黑熊講嘅，我嘅阿瑪尼啊，唔係 Prada， 冇錯，何夫人嘅房入邊真係有殺細胞證據，五千兩，咁靚嘅，丹叔喺夢羅屋企咧就食蛋撻同飲奶茶嘅真係。海公公咧誤食咗呢一個五毒散啊！大聲嬌喘一聲咁倒喺何金銀嘅懷裏啊！係報道員從呢個《金瓶梅》啊，真係哎呀！玲玲發就話：你講你屬兔啊，結果你屬虎啊，整整大我一年啊！因為兩個讀上口都好順口，所以我真係係咪都順㗎啦？你以為你屬鼠，點知你屬雞？點都順呀？你屬雞喎，你屬馬㗎喎，你足足大我三年。但是之后我们就会分开两个够了认真啊胡珍吃了方言豆沙包之后就说了叶子薇啊是啊是啊是啊知不知道叶子薇啊最佳男主角就是阿发的岳父啊就是阿发岳父常歡的病在由荷里玉施展這個是巴黎鐵塔反轉反轉再反轉啊反轉假如 Jackie 啊是用這個指甲罅的沙拎到細百幾千元不知道什麼來的這一宗是超級無敵海景佛跳牆啊唐伯虎還未報仇之前啊兵器譜上面排行第四的就是小李飛刀哎呀不是小李飛刀的娘親哦你是唐伯虎我是觀世音啊拿你命啱咗，含笑半步丁系用哇蜂蜜川配吉紧，再加埋天山雪莲。恭喜啊！哇，因为以前嗰啲古装片系好中意乜鬼嘢都用天山雪莲嘅。程大嫂话你去边啊？你贵姓啊？你系姓程嘅，又即系姓陈嘅，都得。上夫话 Pretty Woman walking o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刘青云最讨厌的就是四堂果然犀利啊！德华话八婆已经好贴切噶啦，加多个臭字勾啦。呢个真的好笑。梁咏琪喺片入边真的就冇做过外卖一样嘢。黄局长的绰号真的夺命架剪脚，脚夹爆你个头啊！系啊，系桂李王的哥将桂李王打到咁噶。哎呀，呢个是自从峨眉山上见到你。多么想再飞啊！系飞鹅山，灭绝系需要学练成呢个双心断肠剑，所以带你获手嘅。飘飘教月光嘅菲律宾减肥法 Tuesday 系要任你食啊！慈善披王大赛进行到一半啊，梦罗同埋三叔入嚟嘅时候。俾個警衛攔低咗啊！周星祖同埋警衛就講咗了解了解嘅上一句就係、是：你哋老闆係我嘅朋友。十三姑喺幫黃大偉律師醫病嘅時候啊，龍家俊唔記得咗帶毛針入傷啊，就改用咗呢一個別針去造成呢個吉吉嘅效果。佢個名係林志榮。包龙星喺妓院训练完口才之后啊，跟阿龟婆带过嚟一群女人闹交啦，闹完交之后床上面。鬧完交之後，牆上面 What's wrong with your Cantonese？ 真係變成咗炒價王，好犀利啊！你 yeah， 好嘢！黐線啊！你諗記咩就係記呢啲無聊嘢。周柏通喺先三花最頂嘅時候，段公子係我嘅料。Pauline 讓 Pauline 俾個番茄。Pauline， 使唔使 massage 一下你個嘴？你條脷先，條脷出嚟。Pauline。阿Pauline 咧就俾 Frankie 点一首歌，系啦，就系、是《光棍姻缘》啊，入边其中嘅歌词系含住个大雪卡，阿扮作系呢个总经理嘅，波浪邪神啊，天下武功啊，无坚不破啊，唯快不破嘅。程小南喺为咗乌蝇改变自己嘅时候啊，有如下嘅装扮啦，同埋改咗自己嘅绰号就叫做越南玫瑰，真系未听过。
華三係原來專治性飢渴同埋投錯胎，又減少咗個添。哦，係喎，但係佢唔俾多分我哋咯。係咯，佢俾一分都好嘛。天蚕就話：大俠先至食漢堡包啊，你唔係大俠，你食蕉啊！孫悟空就話：叫你拎又唔拎啊，即係你睇唔起我啦。知我係邊個嘛？我係花果山十三太保啊，知啦嘛，我就係老大啦。哦。零零七话大婶你做咩啊？大婶话我帮你除裤啊。零零七话点解要咁做呢？大婶话你话要本地啊嘛。嗯，好似我记得戏入边系讲话你要河底啊嘛。阿仔就话阿妈咪同你讲过咯，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就深呼吸，然之后同自己讲呢个世界几咁美好，天空几咁清新。阿星同埋发觉赌神到最后嘅时候，因为啲牌俾人变走咗啊，咁所以就喺现场要揾下有冇一个叫做今晚打老虎嘅朋友啱嘅。赖尿布同埋叶都红之间需要解开喇嘛布嘅四句呢个咩箴言啊？青马天地连一线，万丈大佛面向西，风为丽撼天雷，爱你变成害死你，系西嘅真系。阿乌蝇叔喺九龙总部刑事局同埋大屿山警局嘅咸虾叔，啱咗啊！你真系咸虾叔啊！为咗令到阿星振作起嚟，就利用咗阿平嘅。一大粒字似耳夢咧，就去俾阿星帶住阿平去約會啦。零零七被處刑嘅時候咧，係真係俾咗對方$100就甩嘅，都一定冇人會唔識嘅。影片嘅最後，周星祖同埋呢個夢羅就還咗真係一個兩毫半。俾阿海山，好彩你又講一個兩毫半出嚟，如果唔係我都，因為我記得係好唔係一個整數咯。東東嘅外公就同佢講啊，係外婆永遠唔會呃人啊，係外公係可以講外婆唔會呃人嘅。三姑同埋李福娜喺鬧交嘅時候，手上面的確係寫住個醜字，一個咩字？個醜字咬親自己，小心啊！好啦，去到呢一度咧，唔知道你哋做呢份嘢嘅时候又啱咗几多啦？下次再揾到啲咩新奇嘢，就再同大家一齐玩一下。记得订阅我嘅 channel 啦 ，share 我嘅片出去啦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我逢星期一、四出片。拜拜。拜拜。